河板冷门植物剑仙杨桃，阳光325，冷却30秒，每次攻击发射5把无限穿透的剑，每一把剑伤害为200，并对周围一格内僵尸造成20次共600的伤害。大家有没有感觉招式很像一个植物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曾哥。把他俩对比的话，普通曾哥剑先生，寒冰曾哥剑先生，火焰曾哥，两个都差不多，究极曾哥。失败，塔防神器在该模式它能把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，因为是彩蛋植物，所以不参与融合。狙击弯道，每3秒发射子弹，对僵尸造成500点伤，每攻击6次就会爆头一次僵尸。用手套套上机枪就能获得一个狙击弯道。日常关卡无法选择，你只能在挑战模式迷你游戏随机塔防才能见到它。